好，那我们现在更换那个插座。那先看一下，看验电笔，验电一下，你要把电关掉。好，这个短的部分它是接弧线，没错，应该会亮。插座的断路器要把它往右扳断电。好，现在断电了，现在没有电了，没有电了。好，就把螺丝拆掉。共有两个螺丝，两个都要拆掉。把它拉出来，看这边没分解。拉出来之后，这边没分解。可能是品质很差的，这边拉出来就这边就全部断掉了。品质很差的插座，太淡了，一弄水就全部好皮啊。接下来我们用一字起子把它，干脆用一字起子转转就跑出来。好，那一般我们会用一字起子把它压下去，然后就可以把它线退出来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了三条线。好，好，黄色的是火线，白色是松性线，绿色的是地线。那这个是2.0的单芯线，我们就用这种，今天买过来的国际牌的，来替换国际牌。台湾松下电材的插座，拆起来。那我们再按照它上面的，上面的是火线，下面这一个两口是标4W 的是中性线，然后下面这边有一个倒像雨伞倒倒过来的是中地线，可以直接把它给插进去就可以了。那两孔是互通的，所以插哪一孔都可以。
可以插到底。然后这个是中心线的，插到底。好，接下来是两孔，接绿色的，接地线，也把它插到底。把它塞回去原来的地方。那这边一个向上，所以这个要向上。然后照原本的锁孔把它锁回去。对好之后再全锁，这样才不会对不到口。盖子面板把它盖进去，这样子大功告成。它那个插进去就很难拔起来，这种角度才是正确的。